我们还避一下。这也是真的是祖国的花骨朵，我们盼着长大的神采。大家大家，那个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看到我的祖国首映礼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本身经历的比较少嘛，因为可能只经历到奥运会，然后神州，所以前面的部分呢，通过这部电影是完美的感受到了祖国的发展，然后呢也非常荣幸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也非常感谢所有导演们还有各位演员前辈们的付出，在这里也祝祖国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谢谢小卡，谢谢小卡。在心底缓缓流淌，彼此陪伴，一同去寻找更美的远方。不用太多梦想，选最爱的一个写在纸上，交换了愿望，再幻化成翅膀。庆幸最美的时光有你们在身旁，